唐三藏圣教序。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又称其王羲之书圣教序，此碑30行，每行80至88字不等，现藏于西安碑林。此碑直接从王羲之真迹中摹出，保留了其书风原貌，因而被历代书法家视为临书的楷模。苗培红，中国书法家协会第4届、第5届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培训中心教授，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军区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和大家一块学习《大唐三藏圣教序》。这个帖子的全名应该是这样啊，《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宗文皇帝制，弘福寺沙门怀仁及晋右将军王羲之书。这个帖的全名是这样。这个帖子可以说人们都比较熟悉，尤其是写书法的人，尤其是学而王的人，对这个字帖大家都很熟，都不陌生。下面我们看这个帖这个名是吧，刚才我们说了它的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宗文皇帝制，弘福寺沙门怀仁及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先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这个大唐啊，咱们知道就是唐朝，它指它的本朝。唐朝是强大的，是吧？也很强盛的。所以说大唐也是一种自己的一种称呼。你就是后来到了元朝，宋朝、元朝、明清，也有是吧？大宋、大明、大清之说。所以这个大唐，它是这样。三藏应该是就是佛教当中的，它这三个部分，就是叫经律论，就是佛经部分，佛的律、戒律。我们知道这个佛教当中有这个什么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等等，这都些戒律。当然这戒律还多了，不至于这几条，是吧？这是一部分。第三部分就是佛教一些教义、一些理论部分，所以叫这个经律论。这是三藏的这个通称，一般就是三藏主要是指经律论这三部分。这个圣教呢，就是对佛教的一种尊称。序，那就是写的序言，写的一篇文章。这个序言，这个文章谁写的呢？那就是太宗文皇帝制。太宗是谁？就是李世民，唐太宗。这个序言是他写的。那这个帖是由这个弘福寺，就是当时唐朝西安这个有个寺院叫弘福寺，弘福寺的这个僧人，这个沙门就是僧人的一种通称，怀仁是一个合唱的法号，是吧？由怀仁他及的东晋时期右将军王羲之的书法，说把这个帖上这些所有这些字，1904个字，都是王羲之的这个字，就是不虽然不是一个时期的，但都是王羲之的字。
它积到这个序言上。大唐三藏圣教序这个帖实际上是五个部分组成啊。第一是李世民的序言，第二是李世民给玄奘的回信，第三是李治写的述三藏圣记，第四是给玄奘的回信，第五一部分是唐玄奘翻译的心经。那么为什么，也就是说第二个问题，李世民为什么要用王羲之的字来记这个字帖？在当时在唐朝，李世民对王羲之这个书法是非常痛斥，这个推崇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是尽善尽美弯之不知为卷，烂之莫识其端，心莫守追，此人而已，区区之类何足论哉。那意思就是说，王羲之的书法他把玩起来就不知道疲倦他的观摩欣赏分析研究，也可以说研究不透这个心莫守追，就只有王羲之这样最好了说其他的人都不在话下了，何足论哉，都没什么可说的了，是吧？就是对王羲之这个非常的推崇，所以朝野上下也都掀起一股学习王羲之书法的这种风气尤其李世民他也写这个王羲之这种风格，也学王羲之的字我们看到现在在山西晋祠太原的晋祠有个晋祠铭，那就是李世民写的，说从那个碑上看写的这些字可以说和圣教序是完全相通的，就是如出一辙，就是他学习王羲之的书法。而且在当时他对王羲之书法崇拜也是大量的收购，据史料记载说在这个唐朝这个有2900多件2290多件而且分了13类13制，就是装着制嘛，就是袋子一样，分成类装着袋子里128卷，所以说为这个怀仁集这个圣教序也创造了条件说为什么王羲之受到这个李世民这样的推崇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学书法的人，是吧？王羲之在东晋时期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是吧，这些书家把中国的书法艺术在东晋推向了高峰，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人说我已经超过登上这个高峰或者超过这个高峰了所以在书法界还没听到有人说谁超过王羲之了，是吧？虽然我们现在书写作品的形式和过去不一样，是吧？但是他的一些激发，他的一些学养，他的一些这个接字的一些特点，他的风格特点，是吧？我们来说不可能说能超过王羲之，所以我们是现在还是在学，是吧？正在学习的基础上不断地来吸收创新，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来吸取古人的法度，来提高我们自己的书法艺术水平。王羲之在书法上的最大贡献
大家都知道是吧，对楷书、行书和草书，也可以说他创立了这三种书体是吧。你在过去楷书当时是中庸写的比较好，那个时候这个楷书就是比较扁平是吧，相对有些这个节体有些呆板，这个捺画还是这个隶书的笔画是吧，隶书这个波折。王羲之在楷书上他就将这个中庸的寸隶外放贬为自己敛锋不发，用内页的方法把点画写的双隶了，发度更加完备了，所以这楷书就所形成了。你像这个当时历史这个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这些小楷，所以现在也是我们学习的范本，所以这个楷法就是相对完备了，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另外在这个行书上，过去的行书还存在着隶书的这个横平竖直，缺乏起伏，顿按传承，这个起伏这个幅度也不大，缺乏音带的一些变化。所以王羲之他就把这个行书啊，是笔画体态有了起色，所以就纵幅不端正者双双有一种风气，就说把这个行书啊把它写的活了，字与字之间有了气成这个专合应带，就像这个李世民说的，这个言非路接，状若断还连，是吧？凤柱龙盘，在草书上，他把过去的章草，是吧？那些带有隶书的、波折的笔画，也写得更加连贯了，上下呼应更加连贯了。所以这个十七帖，我们看他是也创立了小草，所以这是王羲之他的贡献。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圣教序》这个帖，就不像是是吧集字帖这个感觉，就像王羲之啊一个时期的真迹一样，是吧？他注意了一些上下的联系变化。字的大小，尤其是集字有些字，他尽量的避免这个重复，所以这个帖里边有好多字啊都可以看出来啊，尤其是重复的字，他都是尽量的不在一个用同一个字，尤其是后边这些无这些变化很多。所以后来不管这个唐朝还是以后，这集字的字帖也很多，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怀仁集的王羲之抒发这个《三藏圣教序》啊，是最好的，确确实实是这个天衣无缝啊，胜似自然。所以我们现在学书法，有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最后一点意思，就是说。有好多人说这个学行书，那王羲之兰亭序应该是天下第一行书，应该先学行书是吧。但是现在在书法界，不管是院校也好还是社会教学也好，就是先学圣教后学兰亭，应该成了个共识了是吧。我的这个比喻就像这个圣教序和兰亭序相比，兰亭它应该像
像大学的教材，圣教像中学的教材。当然这个比喻不见得恰当啊，就说他有个先学什么后学什么问题。所以说学行书写王羲之的字应该先学这个圣教。我接触到好多这个老先生啊，70多岁，他说我写了一辈子书法了，是吧，写兰亭怎么还写不好，甚至全国展还是入不了展。看看他的作品就清楚了，是吧，他这个作品就是猛一看就是兰亭的这个形还有，但是神韵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兰亭序他用笔是非常的精到，他这个二王的这个王羲之这书法的这种神韵这种韵味说最浓了，可以说说我们写呢就往往这个最精到的最细微的这些笔画都写不出来了，都丢掉了。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你把握不好掌握不好容易把字写俗了，反而没写好反而写俗了，所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就说一般就是先写圣教后写兰亭，他的理由有这么一点啊，这点一个圣教序呢它是字字独立的，我们写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它好上手，容易上手。但兰亭序它是一个整篇的东西，是吧，它字与字之间的联系甚至整个章法它都形成了一体，所以说我们不好把握，所以说应该是先学这个圣教，一个字一个字的来学。第二个就是圣教序这个字啊，世家证明可以把它写大，兰亭序写大了以后啊，就优势它的这个字的这个字法，因为它一些细微的东西不容易标识，尤其在用一些阴的纸你写不出那种效果来。这圣教序这个字可以写大啊，写10公分20公分的字都可以，甚至写一个斗方写一个字，你像这个鸿福寺这个福啊，我们过年过节写个福字，这个福都可以写一个斗方这么大都可以。第三个就是圣教序这个字比较多，同样的字它也有重复，我们如果都把这1900多个字能真正掌握了，是吧，那可以说对王字的写法啊，王羲之的书法你就能基本上能掌握一些，可以说你能背临下来，再加上你的变通一看你就能写好。兰亭序相对字数少一些，就是是吧，几百个字，300多个字，是吧，说这样来说它没有这个圣教序集字这个多这个全，而且掌握了以后完全都可以能比较好写。另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圣教序我是个体，是吧，一个字一个字组成的，兰亭序它是一个整体，是吧，个体好把握，你整体就不好把握。所以说我们先从一个字一个字的学起，一笔一画的学起，对你整体的把握上它就增加了难度了，是吧，只有从一个字一个字一点一滴的来学，这样好吸收。他可以不考虑这个字和下一个字的联系关系，是吧，你要写兰亭序你就得写上一个
写这一笔就考虑下一笔的关系，写完这个字和下一个字的关系，这一行和另一行的关系，它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学行书，学兰亭啊，先学圣教再学兰亭，应成了大家的共识了。所以说我们今这次学习临帖也是从圣教序开始啊。下面我这个对圣教序这个帖子这个题目我写。
这是这个帖的名字是吧？《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宗问皇帝制，弘福寺沙门怀仁基进右将军王羲之书。这个把这个帖的名字我们写了一下啊，我基本上是背联的，没有来说想作者认认真真一笔一画的那么准确，是吧？所以基本上是背联，把它写成的。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主要是对这个《圣教序》这个帖做一些介绍。从下一讲开始，我们将《圣教序》的用笔特点，再讲我们就是边讲边写，边讲边临，是吧？以写为主，就是整个这个教学我们就是以写为主，就是临帖，通过临帖来掌握它的笔法、它的用笔特点。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再见。